杨帅，保持良好的心态啊，在那个遥远的他方注意身体，坚持到底，三位数啊，行了吧，走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，欢迎大姐，很高兴跟大家聚会。Hello， 欢迎大姐回国，祝刘老师身体健康。这都半截啊，看不见就看嘴，露着呢，露着了吗？对，这回我跟你讲，你说话没什么可说的，你说话，拜拜。你呲牙，呲吧。祝老师身体健康，祝我们五姐妹友谊长存。拿一毯子，健康啊，健康平安。这个什么叫毯子呢？